华人熟悉的老字号珠宝钟表连锁业者昌兴珠宝，到今年呢成立有48周年时间，为此呢特别将罗兰岗店重新装潢，并且举办了盛大的庆祝仪式，热情的邀请旧与新知在4月28号一起来共襄盛举。 祥狮献瑞一下子就炒热现场气氛。3年前在昌兴珠宝的45周年庆上，各界朋友和忠实顾客都前来道贺，为了就是要力挺这个南加州最负盛名的珠宝钟表公司，希望他们能长长久久的走下去。今后呢，我们昌兴珠宝会更加努力，积极创新，提供更多的名表、珠宝、更好的服务。 为社会贡献，为大家服务，为社区做更多更有意义的事。 从1970年在洛杉矶中国城开启第一家店面的昌兴珠宝，以最高的品质和最专业的服务，一直是南加华人顾客购买珠宝钟表的首选地。今年刚好是成立48周年，昌兴珠宝罗兰岗店重新装潢，盛大开幕。他们感谢顾客一路以来的支持，在4月28日要以感恩回馈的心特价酬宾。 更多活动详情，请上昌兴珠宝官网查询。东森新闻殷宏文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